它这耳朵动来动去，跟那雷达差不多，是吧？在搜索当中听着动静，隔壁邻居家吃饭的香味儿都传过来了。嗯，刚才好像有什么烧烤之类的，哈哈哈，也不是烤什么来着，闻着还挺香。我们家中午又吃的韭菜馅的饺子，是不是咪咪？小咪。这眼睛多凶啊，多凶啊，虎视眈眈呀，威风凛凛呀，是不是？它这胡子就是它的探测器。